本次会面有怎样的期待？这一次双方在安克雷奇举行这么高级别的战略对话，确实是拜登政府就职以来，双方这个级别的官员第一次面对面的进行对话和沟通。我认为双方对这次对话还是相当重视的。这几天我们都做了很多准备。 当然，我们并不指望一次对话就能解决中美之间的所有问题，所以我们对这一次对话也没有什么过高的期待或者说幻想。我希望这能够成为一个开端，双方能够开启一个坦诚的、建设性的、理性的对话和沟通的过程。 如果能做到这一点，我认为这次对话就是成功的。简而言之，我希望双方带着诚意而来，带着更好的相互了解离开。